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霹雳舞大叔，今天是我36岁生日，祝我生日快乐吧！谢谢家人们啊。然后不知不觉玩快手7年了，粉丝已经突破1000万了啊！感谢所有支持大叔的老铁们，谢谢你们支持我啊！然后今天我跟秋菊吃蛋糕和饺子，然后啊，给大家说一个重点的事儿，就是晚上7点我会开启一场盛大的直播 party。今天晚上7点，在我的直播间，我会给大家带来一场不一样的直播盛宴。为什么说不一样呢？因为今天之后我可能就要退居二线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因为毕竟岁数大了，而且呢，玩快手也时间长了，徒弟们也都成长起来了，大家可能看我也看够了。哼，我以后会给大家多拍一些生活上的视频，就是会很少去跳舞了。所以说，我希望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老铁们，今天晚上7点一定要来到我的直播间，真的。嗯，那大家肯定会说，那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再看你跳舞了，都要烦死了。那对于这种问题的话，我只能说，喜欢我的还会喜欢我，讨厌我的你怎么做都一样，不招人喜欢，做自己就行了，对吧？那咱就今天晚上7点。锁定大叔直播间，不见不散啊！咱吃蛋糕，嗯，好。